叫做 Grace Lemon， Grace Lemon， 对，好吃。超漂亮，超漂亮的，好棒！看起来好多房间哦。这到底是？水晶灯是做好之后运过来这边再来组装，好是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哇塞，光组装就要两个月。换白，好像每个人都很虔诚来到这里，有一种洗涤心灵的感觉。奶油有了吗？有了，我要豆子 ，BBC 薯，然后玉米、蘑菇，嗯 ，OK， 哇，超好吃，哇，超好吃，哎，我们来就是开动喽，开动喽。楼上超美，被我写一下，被我压扁了。它其实很多，哇！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事实证明，哇塞，已经美了。所以我说用行动证明就好了，不用讲那么多。香肠最好吃，鸡肉香肠，香肠最好吃。觉得跟台湾香肠吃起来很不一样吗？嗯，我觉得马铃薯比台湾的好吃。比较绵密的感觉，有一种香味，各种特质综合体的香味。香蕉整盘爆走，蜂蜜核桃，这么好，这是不甜，嗯，坚果很好吃，可以自己选切完就可以装吗？可以，我觉得自己选口味，是每个都很好吃哎，超级，超多东西哎，而且超香的哎，巧克力不止，这个很潮哎。上面它可以放软糖，就这样拿起来，然后觉得茶不会烫，然后你拿下来又有点心吃。哎，这是很欠买，我是认真的。这个超美的，我想买。你去看帮自己那条，这条超美的。你还不错，借我摊开来。哇塞！哎，这真的超漂亮。这个很像那个屋顶哎，真的很贵，好开心。对啊，还不错，拌饭好吃哎，真的很下饭。阿姨好像什么都好吃哎。哦，旁边乳白色，这边乳白色，好神奇哦。不，狮子酒站，好像在喝八角，泡八角水一样。八角水哦。对了吧？卡布奇诺。Not her. 真的，我也觉得跟抽烟感觉一样哦。不一样。那深呼吸。就像对，像深呼吸，但不要完全进去，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。紧张吗？紧张吗？紧张吗？真的。看镜头。你没有吸吧？没有吸到东西的感觉。你要，因为你没有吸到啊。
太大了。这很呛，是不是？哦，呛到墙壁。哇！哎，怎么了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所以诀窍是什么？就是洗筷子，用力洗。对。